我哋智慧城市联盟 Smart City Consortium SCC 咧，已经系连续三年支持呢一个金融科技大奖啦，系我哋嘅荣幸。对于我哋会员嚟讲咧，当然系就有好大嘅意义啦，可以参赛，亦都可以同大家交流，从而咧推动智慧城市的發展。其實在智慧城市呢，這個 Smart Economy 呢，智慧金融呢，其實都是六大範疇之一的。而且在這六大範疇裡面也都 著力呢，就是在香港來講怎樣能夠變成一個亞洲的金融中心呢，我們是可以利用 FinTech 這一方面的優勢，怎樣可以推動和譬如話金融方面的發展啦、創科的發展啦，同埋咧各行各業的競爭力嘅。咁當然係我哋SCC 裏邊嘅會員同埋大家同行咧，喺呢一個獎項底下咧，能夠咧係可以有競爭、有進步。香港金融科技發展咧係相當之好勢頭噶。我哋而家咧有超過3000多個初創公司，已經有成超過600幾個都已經係喺金融科技方面嘅，大概我哋嘅五分之一，已經係最大的其中一個 category。 咁我相信咧，未來金融科技咧繼續係領先喺我哋創科同埋智慧城市嘅發展嘅。金融同埋科技咧，都係香港作為咧一個金融中心，為咗一個領先嘅智慧城市咧，係我哋一定要不斷推進嘅。以後嚟講咧，點樣由下而上全民參與喺金融同科技嘅發展咧，係好重要嘅。我都希望咧，透過譬如係呢個金融科技嘅大獎啦，同埋同業界嘅一齊合作咧，能夠繼續推動全民參與嘅金融科技嘅發展。